far behind you. Cause it's not who you are, it's not what you wanted. And I can see, I can see. 啊，来吧！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们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连线了。我的天哪，老何疼啊！好在有个菜单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算是给点线索。看来你很有把握。菜单也定了，谁和他吃也定了，那总是相对有谱一点点了。老习惯，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哪个是最简单的？浦江先给珍珍好不好？稳稳的，浦江还是珍珍吧。浦江投给珍珍有没有意义？没有。那嘉俊今天发给谁呢？我认为是珍珍，挺明显的。他直接退出啊！如果他真的想有意思的话，他那天在玩那个戳那个牙齿的时候，他就应该去介入了。对，他是直接走开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就应该果断一些。好吧。那喜荣今天发给谁呢？美丽。美丽。抢川菜吃。美丽肯定也发给他。美丽给喜荣没问题。四十哥应该也会给依林吧，如果注意身体，晚上多穿一点，记得把空调调好。吃饭也是他们俩坐一块儿，而且他还敷面膜，哎，就很在意。好，不要犹豫了，就是他。好，男生结束，孙依林，孙依林浦江，你们同意吗？我同意。你同意吗？要听歌在纠结，孙依林好纠结吗？就他今天跟大叔做了菜，然后即便如此，在发送讯息的时候，我依然选择了就是我喜欢的这个貌似智商很高的这个浦江，这个难道也可以不列入考虑吗？他很自我。对，很自我，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列入这个考虑。而且他选择烧烤里面并没有出现刘世石，就是这份就是邀请的名单有多影响你们今天晚上的决定？很重要啊，女生第一次主导约会。所以如果照你们的推测的话，今天小文呼呼机发给席荣哦。这么简单粗暴吗？有的时候是吧，不要那么复杂是吧。对，嘉俊有可能，但席荣概率更大，因为嘉俊是菜单上的第二选择。对，他毕竟也还是在第二顺位。嗯，我觉得这个顺位还是有点讲究在的，他是人的潜意识。而且小文一定也感觉到西荣现在跟那个思清并不铁了，并不铁，是吧？可以，我们先把它弄上屏后再说。好，珍珍呢？嘉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次底线。No， 啊，反对。为什么？珍珍那么有个性的一个女生，你别看她笑嘻嘻的。那她把嘉俊写第一顺位干嘛呢？其实也不要被这个给锁困了。对啊，我这里写的真真有可能会发给刘世石和浦江，如果他要降起来，他一定不会发给钟嘉俊。他确实是个挺犟的人。我觉得浦江吧。我不参与意见。真真呢？嘉俊啊。还是嘉俊啊。但是你不觉得他会不会因为浦江吃了巧克力？不可能。哎，要我会耶，我会很开心耶。如果真真今天真的选了浦江的话，浦江就会觉得他有机会了，他应该不会给他误会吧。思清还是那个吧。我每一次都要问自己说，这到底是我们的希望，还是这个时候他会做这样的决定。他的第二个选择是大叔啊。他在上次的时候就是发给大叔啊。他经历了一天的自我的修整之后，就又重整旗鼓了，思清。我也很支持大叔的，但他确实我不认为思清会把这个咕咕鸡给他。思清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是会给西荣的。我觉得不会的。我纯粹的是看相处时间，我就觉得不可能玩那个球是没有意义的。
我觉得玩球什么的只是思清的一个试探，他在突破自己，希望能找回一点感觉。但后来在看到美黎和希荣走得很近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已经完全不会想希荣了。这个放弃也是一种选择，就这样选择吧。好，由内而外，白道发光，遇见真心，为爱点亮。接下来呢，进入海洋珀莱雅的心动连线时刻，先来看一看钟嘉俊两队给出的连线。啊，一样啊。我们觉得他想挽回试试，因为其他的路好像也走不通了。对。好，钟嘉俊传给了谁呢？下面是事实，今天传给了谁？没差，互动最多嘛。对，好，来看正确的发送对象。接下来到了这个浦江。喂，浦江今天不错。通常答案出来之后，这一排人都会开始暴走。来看一下陈浦江这期传给了谁？他应该是执着的吧，坚定的吧，不会变的吧？来，给个痛快。耶！这是几乎他第一次没有出我们的意外。我现在每天都在跟自己说，你千万不要退出这个后援会。接下来，廖希荣、美黎，也没错。今天我们四个男生的判断都是一致的。你们有纠结他会给谁吗？虽然我很难过，但是思清的概率太低了。嗯，他要给思清了的话，那我还是站他们。希荣有没有传给美黎呢？验证一下。哦，你看我更难过了。你们不要这样。我特别难过，尊重别人的选择，把哭哭机拿来，我要发给思清，你可以报名下一季《遇见黄昏》。那直接我们调过头来看吧，从美黎开始看起，好不好？美黎，好。廖希荣互选的，没问题。来看一下正确的连线。到目前为止，五条线我们都是对的呀，一样的，对。真真两队的连线是。耶、yeah ！我们连续六条一样哎。真真今晚发送给了谁？会不会爆？这条我希望爆。不，真真肯定不会再发给嘉俊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说他会给嘉俊吧。哎，是我误导了大家。接下来看一下小文，也一样哎。啊，好一致啊，今天。廖希荣。为什么呢？说什么？日料的第一顺位，廖希荣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意林了。哦，又过而一样，不一样啊。我觉得一起买菜，一起煮饭，基于礼貌，意林会给事实。但是我一直就很记住他说的那个词，我很自我。自我不代表没礼貌啊。好。孙艺林传给了谁？好好好好，下一个看看思清吧。难。
哎，又不一样。我一直想选席荣的，但是又是亲友团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我真的动摇。一开始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，但是她的闺蜜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。思清传给了谁呢？你赢了，我真的好意外哦！你赢了，你都觉得意外？因为没有互动啊，对不对？可能思清就是觉得事实比较合适。看出来。对对对。不知道写给谁，我就写给你。哎呀，大叔有两票，对不对？但这两票不是因为有任何情感上的票。就这个时候，好希望大叔说因为工作今晚回不来。啊，好烦！我不懂感情，算了吧，就这样了。有人要拿两颗我们的珀莱雅海洋之心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还是非常诚挚的送上祝福的啊！看一下咕咕鸡发送的情况，来。Gray stars will make their way. Raise my glass and part my lips. Ten too many deep. The only time I see you. 哎，今天有点奇怪啊。Sunday. 不错哦，今天很旺哦。Think I'll be okay for a while. I know you will never mind to see. 孙艺林。I know that I'll see you. 大叔似乎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有光辉。他每次都会把小纸条放到自己手机壳里耶。思清，思清。Has been unkind.And kept 他并不开心，他就被当成安全的港湾。对，哎呦，哇！我觉得他做菜就会有人发给他。说明他做的好吃，我做菜都没有人发给我。所以现在还剩多少？不可能是吧？我觉得肯定有一个人肯定会发给他。不一定，真的不。不猜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个表情。猜得很准。谁有吃的头给谁。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.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. 好心疼啊。
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? Or do you need more? Ain'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? 那就细融化的呗。小文第四次挂单了，心凉了一下。越来越心疼小文。这个应该就家具了啦。哎呀，小文跟思清，哎呦，好残忍！小文也可怜，思清也可怜。